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胡云云，我21岁，我是一名老师，我教汉语，我也是一名学生，我学习商业和英语。他是我的学生托马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包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手机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一辆出租车。然后那是什么？电脑。非常好。